台湾为你们更好。总统蔡英文亲自南下，将国旗及团旗授予世大运代表团团长江汉生。蔡英文总统也颁发200,000加菜金，鼓励选手，期勉他们在世大运发光发热。像是举重项目里面世界最强的许世进选手，就是在2011年世大运拿下银牌之后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拿下奥运金牌。这一次出境也是世大运的选手，我们期待所有的选手都跟他一样，拿出最好的表现。署长林福德则表示，本届有望突破历史最佳成绩，拿下11面金牌。执行长苏立琼也为选手打造家的味道，为在家比赛做好准备。这一次我们回家比赛，所以呢，我们三组委会呢准备了回家的味道，所以在选手餐厅可以吃到我们台湾特色小吃。第29届台北市大运将于8月18日由水球及足球率先登场，并19日在台北田径场举行开幕典礼，为台湾所举办最盛大的国际赛事揭开序幕。大家加油，台湾加油！谢谢。SSU TV 采访报道。